咱这个三妹吼，啊，我想讲要和你来问情吼，安尼都困袂去吼，等到地动，你毋知影，福岛又搁地动啊，你毋知？是，我知，迄个哦，讲7:3吼，我七啊，你毋知有去遐关心无吼？陆地是5:5啦，目前还没有进一步的灾情。好啦，上好是拢莫有这个灾害啦咱祝福也会当平安嘿。即马沸沸扬扬啦吼，咱这个台湾这个福岛这个火灾的这个食品吼、要进口啦吼。还是讲哦，我来请问市长吼，那这个火灾要进口的食品吼，通食啊，唔通食啦，你较专业啦。哦，迄、那个甲张议员报告吼，福岛的食品咱是禁止以进口啦。啊，福岛啦。福岛所生产的食品，咱是完全禁止进口。啊，周边遐有辐射到遐咧。周边则是部分食品，咱有开放。啦，我讲来听吼。我甲丁元报告，各报告就讲开放各有条件。第一就讲美国甲日本无上市的，咱无要开放。好，好啦。第二就是讲伊呐，伊爱有两个证明，3D证明甲迄个辐射。不啦，我是要问讲吼，迄种个通食唔通食咧？你著免去牵那些啦，无解问个你著卖讲啦吼。我讲吼。市长，咱人是安尼啦，那讲好听话是违背良心啦。当然，吼、哦，啊，讲实在话吼，较个人玩啦。哦，啊，我较爱讲实在话啦，吼、哦。应该讲。咱讲啥吼？咱全国吼对这个福岛这个核灾的这个也做食品吼，有70%反对入来啦。哦，所以讲哦，唔是讲啊做甲禁卖了哦，你福岛的这个食品也入来啦，吼、哦。伊入来，咱无甲买，伊后去做这个饲料吼，用用的吼，对这个食物链内底吼，牛、猪、鸭、牛，逐项食到是，那对咱的身体来啦，对咱的下一代这个家己孙仔影响真大啦。啊，我问吼，这即马哪5-6冬尔呢？这个佛祖的这个潜伏期有偌久啦？无，当然潜伏期，毋是潜伏期啦，半衰期吼，爱过了10年。哦，几啊十年啦！就是讲将来未知数，到底你食到会发生哪，唔知啦。我讲你呢，我今我顶2-3天哦，有些所人甲我讲啊，讲哦，说呢，你去啦，当着市长你也讲啦吼，会讲两项啦，吼、哦，伊的意思讲哦，人咧做，天咧看啦，但是伊唔是安尼讲啦，伊讲哦，说呢，你去啊市长讲的啦吼，迄、那个税金哦，唔能敢起遐悬啦吼，啊，这个日本哦，迄、那个。日本的迄个做食品哦，迄、那个福岛也许唔通我入来啊。迄天公有在看呢，伊讲天公有在看啦。吼、哦，我想吼、哦，你做人做事哦，应该会对起你做这个良心那对啦吼、哦。我这个福灾的这个辐射哦，这个、后日的这个基因突变哦，我讲听呢，后日啊生的家己孙啊哦，要生安怎你唔知影呢？有咧高头要死去，啊目睭吊吊，鼻啊翘上天。啊！香港话拉后腿，巴肚拉水龟，两支脚拉，迄、那个也说插尾后腿，啊，两支手拉八高底，啊个尾也搁啊发一支尾，安尼看要安怎？有啦，伊即摆有安全过滤的袂即摆啦，简单讲一句话是。好啦，唔是啦，我讲你听啦吼，啊，这因为我讲你听啦，我甲你讲啦吼，即四期你敢看有？有啊，正义参天嘿。啊。正义参天啦吼，这正义参天的意思就是讲哦，做人吼爱有公正吼，爱有公开公平，啊，都爱搁有这个主管吼为民哦来做有福利的代志，才是正啦吼。那去就是讲哦，无受到外来的因素啦吼，金钱财宝啦啊，其他哦这个压力的，啊是讲女这女色啦吼，来咁个这个气质哦，都爱永远保留啦，安尼哪有？可表天地啦，吼，正义参天啦，咁是安尼。是啊，是。好、哦，我想讲你，我想讲哦，就是怎啊，你也应该会做甲安尼那对啦。哦，最近哦，咱真侪咱民进党执政的这个做管区哦，像土城泽伊嘛遗书呢。啊，我讲安尼吼，我是讲哦，你一定正义参天的呢。但是你唔能啊正义三天呢。那土城泽因这哦。安、啊、尼是偌济，市长，一斤粮是变卦，正气一天，
吃起死人呢！啊，吃这哦，七成外哦，拢反对这入来，安尼讲讲的随反晓。我是讲哦，市长啊，你为了你算出来吼、哦，将来吼、哦，我阁强调一下，你将来吼、哦、是要做啥？做总统、做台北市长啥？迄我都唔管你啊啦。但你今做台南市长，你就爱好即咱的台南市民给监督，好市议会给监督。为了咱这百姓来模仿你啊，对不对？是。哦，所以讲哦，这食品呐、啊，真啊歹的吼、哦。咱台湾的这检测单位吼、哦，机械无够，人员无够啦。未使加相信讲日本讲因检测讲会过来就发过来啦。咱当然咱有爱检查。哦，啊，咱检查啦。我是希望讲哦，市长啊，爱提出批得来啦。如果含人无共款的啦，无影讲哦，你民进党大家拢讲，迄拢会下职啦。哦，即下咱这议会内底，即民进党无半下咧讲这個，迄个真奇怪，因真正拢敢吃。因为咱简单讲啦，就是讲，我作为台南市市长吼，若准讲这核岛啦，以外这部分的食品若无安全，咱袂好入来。啊，若入来一定是安全。哦，这点我会当甲市民报告安尼。我讲吼、哦，迄个市长，你捌讲过一句话啦，吼、哦。那危害到全国百姓的健康安全啦，吼、哦欸！总统不是马金啊，你干嘛来讲？是，迄是伫美国迄个猪肉，含有莱克多巴胺的猪肉要入来的时阵、哦。啊，那如果瘦肉精啦，吼、欸哦！你头先你讲啥？什么淋巴胺？莱克多巴。莱克多哈？莱克多巴胺。哦，好。啊，加这个瘦肉精哦，对啦，吼、哦欸。啊，加这个啊，做辅导这個。这啊，这附属的这食品，我讲听呢，这全民的健康呢，你后你总有可能的，你算有可能后几日去倒位你坐得到呢？是。哦，我讲啦，你爱为百姓的健康来设想呢，下一代家己孙啊哦，唔通我讲听呢，你这艰苦这艰难的这哦，无法度走呢，恁这拢讲会使入来这哦，走咧龙岸来，走去外国岸来。诶，丁员甲你报告吼、哦，简单讲就讲，咱卖因为政治。而开放，啊嘛，卖因为政治而不开放啦。大家拢回归专业，我讲日本食品本来就咧入来啊。是啦，我只咧强调就福岛伊附近迄几个城市，迄个县市，吼，迄听我讲吗？我甲你讲吼，食品啊，确定安全。我讲是，是怎啊？这你看有啦吼。我看有嘿，回头回头喜欢啦吼。回头时间嘿。你唔能收过头的，收过头的，那是海中央啊，薄收呢。对啦。哦，那收当啊，华人啦。哦，我讲啦，这是大家含你做参考啦。是多谢丁议员。哦，咱台南市福利生一堆，事实有啦吼、哦，但是我看袂讲介焦全啦吼、哦，但是吼、哦、受害吼、哦、已经有啊啦。市长啊，我请问咧，咱的房屋税地价税，安尼一档加收偌济？因为是安尼啦吼，咱比较起来是全六岛内底算比率上低啦。不，市长，我讲意思，我讲听啦吼。即个啊，做房屋税地价税地方税啦吼。我今日要强调就讲，咱的政府要运算当前扣缴税金啦。哦，用这税金来咧运算，无唔对啦。但是要使讲市政府哦，负债七八百亿，啊，要找这做百姓吼、哦、来出水呢？咱个干巴，你咧甲百姓说话呢？市长，我讲了，等候你回答啦。好啦，你唔免急要回答啦。我讲了，你地价税啊扣将近要六十亿呢，啊，这个啊做房屋税啊将近要六十亿呢，啊，这个咪今年扣就准好呢。扣落就掉，大家拢改，逐工拢改加税落，啊，拢逐工拢爱拉面嘞。安尼甲算吼，即安尼吼，对百姓来讲有讲咩？真个百姓这生活吼，有够艰苦啊呢。真所有的民生用品啦吼，吼，即下做，所有的蛋拢起价啦，吼，菜啦拢起价啦，啊，要赚阁无得赚啦，安尼啊起税落吼，唔是讲唔通起税，但是爱适当。你啊去安尼哦，我讲听，然后对你哦，
也无啥物好处啦。张议员，你的数字有错误啦吼，就是讲咱地价税明年才开始，所以即个台南市政府是还未扣掉。房屋税大概一年增加差不多14-15亿安尼尔啦，无甲60亿啦。啊，地价税明年开始吼，大概增加总增加嘛，差不多14-15亿啊。所以讲六都内底吼，咱的这个算讲上少上低啦，安尼大概是安尼。那个张少元，那你讲实在话，地价税那增加安尼税，根本是偌济？你头拄啊市场不讲的。啊，你是啊？恁的副处长是安怎唱反调？不是，我那个副处长，我们讲拢伫60亿左右。无啦。还是跟你讲总数啦，啊，总数，哎，都加收的，不是啦，不是加收的15亿，加收拢总加收偌济？15亿，拢总呢？哎，地价税15亿，啊，房屋税15亿，房屋税14亿5000万，啊，14亿5000万。好啦，我讲你听啦，是，人政府哪好，福利爱好啦，税金哦，市长我讲哦，是人愈扣愈少，愈扣愈少，安尼倒是一个好政府啦。当然是咱这条件无相共的当中，但是你扣这个安尼吼，感觉吼百姓会无谅解你啦。我希望讲吼，头先你还讲这個啦，回头是岸啦，你搁检讨一下啦。哦，这不是讲我要跟你讲尔啦，一定足侪议员要跟你讲的啦。哦，你重新检讨一下啦，看有啥物补救的办法哦，唔通扣遐重啦。这吼，一个吼辛苦啦，吼，吼，甲你拜托啦。好百姓吼，唔通为着这地价税甲房屋税吼，啊，对你的看法另外不相同啦。哦，这是咱心中甲你建议一下啦。啊，过来吼，我请问市长啦，你人咧讲的话，咧建议的话吼，有当时啊，我看你有哪有在听啦？你想讲难点啦吼？南电讲要刷起也是世贸中心啦吼，啊，起码就讲唔嘛啦。我是甲市长啊，良心的建议啦，一个点好不容易吼，去建立起来啦。这是国际性的南电呢，唔是国家级别，唔是地方级别呢。这对地方的帮衬哦，非常的大呢。人讲人条就是钱条呢，啊，你甲带走。啊！你阿公啊，说天天拢有难点，你是要讲上天，我是唔知啦。啊，像迄个甘孙做甘副市长咧讲啊，说是停车问题，迄拢唔是问题啦。我讲你听啦，我是希望讲哦，唔是今年老的，是永远爱要做一个点，因为阮客房哦，无一个亲像人的一个产业哦，较会通看一个啦。所以讲希望市长啊，这个难点哦，你唔能刷走啦，这影响到阮遐农产品哦。吼，遮的迄个销售啦，啊，加吼观光的事业啦，拖缓啦，管哪物啊，迄种影响有够大个就对啦。所以讲吼，人较少有肥啦。我希望讲吼，市长啊，即个做伫啊做，你做市长的角度，要啊做南北平衡哦，啊，互溪北哦有一个发展的空间哦。我希望讲吼，市长啊，你做一个答复者，即会添加永远留到即、這个。后壁即个科技升级园区呗，感谢张议员的关心吼。其实农业局的规划是好意啦，因为咱现主持的状况就是一年办10天的活动，啊355天放伫个遐嘛，无啥物发展嘛。啊，所以为了要即个南回园区会当逐天拢有发展，啊会当带动地方，所以呢不得不把即个南电10天的南电刷到仁德去。因为你若无刷走吼，你无法度通 OT 啦，厂商无法度来长期性的经营。我讲你吼，迄意义无相同啦，吼，因咱申请是国际一个点啦，你要刷去别位的，后日啊讲别管区都拢会清楚一条线啦。好啦，我即要来讲就讲，你除了办这南电以外啦，你都唔单吼，和迄个电站迄个电厂吼，算到做。浪费啦！应该讲，你爱搁去找看，一冬吼，看是要3-5届、几届，下天来遐办一个，展览一个，予人客会来，安尼才有法度讲带动地方的发展啦。这是我良心甲你建议啦。咱迄度爱吼，予厂商来经营啦。啊，但是咱嘛爱努力啊！
好啦，过去吼，就是因为吼，你厂商经营一年十二个月，爱扭出一个月，给台南市政府还是台南县政府办活动嘛，所以厂商无法通继续伫遐经营，啊，所以后来就解约啊。丁议员吼，咱即摆安尼两个问题，咱会当来探讨。第一讲吼，迄十天是毋是真正吼对当地农产品有帮忙啦？伊也是讲吼，大家想看卖365天长期性安尼发展较好。啊！即摆今年、明年就决定要留伫后壁继续办啊嘛。大家去，大家思考看卖者。好，市长，我讲听啦。咱电倒遐有若逐工会使，咱电迄个主场用倒遐，其他的时间哦，我若会使，互人开放去看南非啦、南电啦。毋是讲遐刷走加遐办啊，你家用倒遐嘛是会办一啦。你爱有厂商来经营。好啦，无啦，我讲听啦。政府无法度人去经营。无啦，我讲啦。我徛伫在远在地的这个议员啦吼，我就开这个看法，就是讲吼，你千万唔能刷走啦，唔能阮港区的议员哦，讲哦有失当有得啦，有若要同意走啦，啊那个讲哦就讲吼去动啦，哦我是希望讲哦，阮地方的这产业哦，你就留的啦，哦阮地方哦对你哦好的印象哦，要留的啦。迄一个活动啦，毋是一个产业，产业无煞，因为咱好啦，你都好啦，改你都改去想啦，我无必要咪到遮争这类啦，你反正你都讲咱顶老的都无唔对啦，吼、哦，啊，过来吼、哦，咱讲安尼啊，温泉啦吼，即马拢环保局甲观光旅游局拢一直要求讲，都爱设立个污水处理场啦。市长，我甲你反映一下啦。是，因遐业主吼，唔是唔畏啦。所以当时的迄个去建工吼，是拢总起价差不多要到，拢无白地啦，没有腹地啦。是。哦，所以讲哦，我要求讲哦，做因都爱去看，应该讲第一是毋是由咱市政府出面那个，迄个啊做国家。迄、那个财产局吼，财产局啦吼，国有财产局吼，啊申请遐外口澎江口遐有这个地，啊建立清沙场，啊是污水处理场倒遐。第二啦吼，就讲遐有一块台糖的所在，吼我有迄个去有去勘察，我有甲反映讲，是毋是所属台糖的这个所在吼，伫建工山庄的边遐来做。做一个迄个污水处理场，那上好是建工山庄啊。建工山庄哦，因为伊嘛爱做污水处理场啦。啊，我讲你哦，这個、山坡地吼、哦，唔当遐挖啦，挖吼、哦，烂群哦，后日啊吼，迄、那个要土石流山吼，你也预测未到的啦，土石流你预测未到的啦。所以讲哦，你建工山庄既然老爱出做污水处理场，应该讲你爱靠。控大吼、哦、来做卡的，何遐业主，何遐业主，因那使用所付费，因看看是安那甲因收费，啊，讲做一个地点由咱公部门来处理，即安尼来讲吼、哦，对因来讲啊，上好的一个办法，啊嘛通解决吼、哦、整个无来解决的问题啦。我是希望讲，我顶日我有甲咱的即个商少人处长吼、哦，我也讲啊，讲伊无问题。景光山庄的诶，这个咱啊，做黄局长吼，哦，伊也讲，因即马拜三讲已经要发包啊啦。我是咧讲吼，发包不要紧啦吼。啊，这个所在来使用，你费用你来管理费用，你来家下业主收嘛。啊，你啊个控化一下，吼，啊，迄个啊做标料是毋是来变更设计，做较快，互咱这百姓吼，唔通为着迄个。三两日就关门去，叫人就去请啦，啊，要请到咧，伊就无地位咧，要挖到门窗卡咧，啊，要做迄个老尾顶呢。所以讲哦，市长啊，这是不是你做一个支持一下吼？应该安怎处理？我请李局长给你说明一下，好不好？议员老早吼，感谢议员对这个关心吼，啊，议员伫政界工作报告提出来了，环保局就去现场吼。啊，一间一间来个看，咱那个盘清，迄个清点啦吼，盘存。即卖就是讲，啊，迄天有哪只感谢议员，有哪背出来看到有找三个所在。咱即卖有问题，到尾啊有问题是剩七间啦吼。啊，这七间吼，厝尾顶
啊，甲地下室拢无法度做，议员真了解。啊，头你讲的迄三个所在，啊，阮十二月初六会招这三个所在的主管机关，啊，甲咱的观光业者的迄个主管机关观光旅游局，啊，做伙来开一个会。当然，咱来讲上好的方式，包括黄冈技师嘛，讲啊，那景光山庄即块会使，即七间做伙摆入来景光山庄就解决了吼。啊，所以这部分，阮会按照议员的关心，啊，来继续甲观光旅游局做伙来处理安尼。嘿，好啦，你请坐啦。迄、那个观光旅游局局长啊，你拢无积极咧。我讲啊，建议这你哎，这你的单位呢？这主办单位你呢？不，这我们跟环保局拢有斗阵。我讲哦，你应该招相关单位吼。拢有呢。哦，看啥行？应该是你观光旅游局你爱出面的嘛？不，我们跟环保局都一起。啊，不是啊，要研究看迄个景光山庄迄、那个可行不可行啦、啊？那安尼哦，一劳永逸啦。做评估啊，做环保局做评估、哦，我们都有一起啦。啊，每次都有一起。好啦，啊，我搁改强调一下啦。是。迄、那个赶紧去办啦。有伫咧办啊，伫咧办啊，所有时间拢。哦你若要去，你参考了看，那你甲我回消息一下啦。是好。另外吼，我建筑就甲你讲啊啦，温泉两位啦，两位出口啦。是。啊，是为宝山桥遐啦，迄阵要有啦，啊，是已经塌的啊啦。我们。啊，甲你讲遐一遍啦吼。我们已经做了很多措施。你都我讲你啊，那你的意思是，我讲啦，你讲我甲你问讲啊，都那宝山桥迄个那个塌的，讲啊，你嘛无办咯，嘛无法度，啊，你无积极啊。迄本来人迄个温泉吼，人也去清清的就有啊。你即摆唔敢清，就讲惊路去帮伊，山叫帮伊嘛，对不？现在我们已经在用。无，你上惊是惊安尼嘛？现在在用工程转摊，现在已经在进行中。那已经之前包括所有的。进行中，你是甲迄个温泉协会讲无？温泉协会的理事长，我们都一再说明。那理事长是不是有跟议长跟议员做说明？我们不清楚，但是我们一直都有跟当地所有的业者来做协调跟说明。那清淤的工作、跟钻探的工作、监测的工作都一直在持续，从来没有中断。那最新一波是用钻探的工法来安排什么时候？那个环保局长说你召开一个会议，你也没有。那你什么时候要去？你十二月六号是环保局，你先我去看一下的会议。会通知有在上看你，我们已经上去探看，现看过非常多次。你请我来。好。哦，啊，另外一个也是，一个也是，东一个也是，对的，那个水云那个，温泉呐，哎，为了呢。现在已经到900多公尺，那到1100公尺就是会完成所有的钻探的进度。那里长都有在现场，所以他也都知道最新的进度。900多公尺了。嗯、啊，你喂，你有甲我去说明会一下无？讲到底是安怎无？啊，你拢做做点点嘛，拢无讲啊。人家安尼做三回。我们现场其实在地的居民都有清楚，那里长也都有在，每天都有跑来看。那所以在钻探的工作结束的情况以后，我们会跟当地的所有的人做报告。好了，你唔人遐无谨慎啦，我对你哦也无啥好感的啦。啊，甲你讲哦，你拢安尼作消极的，拢无咧积极咧处理。都非常积极在进行。啊，我甲你讲话这边啊。每一个工作都积极在。啊，你拢讲迄个，我听无。议员所有的交代，包括风景区的，我全部都完成了。我敢交代你啊。有啦，议员有常常跟我们沟通嘛。那你讲你的一句就回绝了，你我敢交代你啊？有啦，哪有跟议员有回绝？有，你现在有了。好了，你坐下了。那教育局长，那个东山区的那个三个里哈，东山、东正、东中哦，这个人和那个活动中心，我们要利用那个文教用地。那李先生说完毕了，你进行的怎么样啊？跟议员报告，就是我们有会相关的局处了哈，因为当时他征收那一块土地的时候是要做这个国小用地哈，那之前内政部有认为说我们应该要符合这个征收目的来使用哈，所以如果说这部分哈，会使跟咱国小哈来合作哈，安尼。我讲啦，你到咱去含国小，咱嘛是要国小使用啊。那个方法应该可以解决啦，对不对？这个我们来努力，我们也会跟区公所这边来协调。那我就要请问市长啊，市长。
那个丁员。以前讲啊，诶、欸，这个代志，那个教育局陈局长已经有咧处理嘛。哦，不是啊，我是讲，不是刚处理啦，爱看啊，看一个迄个效果啦。因为将来哦，这个东山哦，这个原地，这个图书馆哦，那如果拢改迄个啊做书信馆哦，啊，啥有无？那改成了，遐就无空，无迄个做活动中心嘛。啊，你三里啊，市区内底呢？啊，实在讲真哦，迄个隔川吼，实在讲真哦，迄为了扫黄去呢，迄嘛真无方便哦。所以讲，迄个你爱积极啦，哦，你爱支持的啦，你看这可行不可行啊？因为我无伫现场了解啦，吼，即摆丁议员质询了后，我会专案来了解一下，看你爱交代，怎安尼呢？是因为啊，迄个议员，陈局长，议员伫议会质询的。专案列管，我来去改。我甲村局长反正做一遍的安尼。是。啊，也是甲这个两个村局长，我反正做一遍的安尼。是。议员，你去关心这部分，我想啊，阮甲教育局嘛，较紧来甲这个土地问题解决。啊，包括你是业务质询的时阵，关心讲这个活动中心要改造，啊，地方的人袂当进，已经袂当使用，阮嘛是会后，事个甲区长去参详，讲只要是工程还袂正式动工进前。同款游玩会当做使用嘛吼，啊，所以咱拢会当啊，一地方的顶地方需要的顶管，好啦，安尼我问陈秀平陈局长啊，用地有没有问题？他只要符合征收目的就可以。可不可以给我解决？这个我们来跟区公所那边来协调。应该可以解决啦，因为我们那个新建的活动中心嘛是要国小使用的啦，所以一定结合啦。迄不算问题啦，所以讲迄个经纬的变电哦，陈忠恩陈局长，你要设法啦，市长啊，做寡工作予地方看一下啦。好啦，吼、我了解一下了，再甲丁议员。另外，我过来请问这陈秀平陈局长啊，当我国小，伫民国86年的时，市长你了有资料嘛吼？迄阵。我都要拿，唔知个去做了镇长，哪做了镇长啦？但这是我议员时阵哦，去讲的啦。啊，我是讲迄种去办好啊，征收了，拢无人讲啊。最近人佫讲啊啦。哦，我要按编定哦，哎，说出来教育局是骗人的呢啦。哦，啊，无去处理啦。啊，人个迄个做百姓的土地哦，啊，你唔敢征收，啊，讲要征收啊，我讲也怎啊无的？你看这个怎么办，市长？伊这吼，丁议员，你做过议员啊，做过镇长，可能情形较了解啊。伊这是毋是动车时用寄付的？无开学校去伫个老百姓土地顶管。我讲吼，民国46年的时阵，地主是毋是？较早善心寄付。较早吼，较早民地吼，较无开啦，较毋知利害关系啦。啊！就人讲要做生意，讲好好啦，好啊，好啊！啊，做生意就讲好就好啊，吼、哦！啊，就要许尔，伊毋知影讲迄寄付类会产生寡问题出来啦。啊，都毋是啊！迄阵人个寄，人个做生意都无意见啦。人即马人都有意见啦，本来收款就因个啊，啊，他免共处理，还是讲伊寄付。啊，换一句话，我讲听啦，我讲听，故意实实讲哦，外口呢，我的厝吼，讲我共一块土地，国有财产叫我着去甲买呢，要90万呢。啊，是当时我的祖先啊，着算较戆呢，路无钱啊，啊，着讲啊无好土地来换土地。我的土地吼做道路用地，也无变更，啊，我的所有权证，即马即块乱这的路吼，变我的我土地咪换，啊，变我的徛讲，我着甲买。我是甲恶一个呢。想这边哪解决啦？我咧道路用地，互人咧行咧。啊，大家迄阵苏神啊讲哦，土地换土地呢。啊，但迄阵哦，苏神啊都较无野巧哦，都或者是附带佫讲啦，即我私人的代志啦。我是讲啊，安尼像这教育财产局安尼，这阿爸呢，这安尼对咯。真哦，我接任市长了，才发现过去地方吼，很不上轨道啦。一寡吼，应该有诶行政作为拢无做，像即
当初是寄付，你就爱过户嘛。啊，叫你无过户了啊，几十年了后，子孙啊，伊可能即摆可能较欠钱，啊对啊，啥物款，啊伊就要甲你迄落。好啦，我讲你啊，苏东时啊，拢有协调噶，拢讲讲好啊啦，吼，要变预算啊啦。啊，你看这个啊，努力一下吼。当然，管政府时代要讲要变咧，敢是？哎呀，概括承受啦。哦，你袂使管政府、含市政府哦，啊，台南管台南市、南南社会啊，吼，啊，概括承受啦。你唔通讲迄，啊，你唔通讲安尼，讲迄个安尼要互上听听无啦。最主要是，阮爱回归到讲当初时是安怎，学校会起伫个私人的土地上，一定是伊答应寄付嘛。好、哦，我讲听啦。过去的时代，寄付土地放起学校，但是所有权我讲啦，哎，市长啊，我讲听，你真捌法律的人呢。所有权我下就是我下呀、啊。但是讲我私人做啥啦？寄付啊，啊我先打，我咧垃圾拢我咧拉。啊用你在用，啊政府都要需要啊，你敢要公道啊？施工时哦，要起这校就是政府无钱，唔知系讲哦叫人寄付。啊，无咱安尼啦吼，就是讲这几十年来，因到底有出过什么款的钱，是政府甲补这条啦。安怎？就是讲你这摆要求讲是政府甲买土地嘛？哎，哦，啊另外一个方法就讲几十年来，那阵讲这个学校起伫这个土地上，但是一寡费用，佮同款地主咧出，啊无。咱算个叫伊过户叫出来，啊，我才出这个费用。我市长，你着大人啊，讲伊囡仔话吼，我听拢无呢，啊。无啦，啊你哪呢？啊我讲，你讲安尼吼，我前下听一个怎啊怎啊起笑起来呢？你哪用安尼？啊土地人下，啊伊搭袂遐，人伊在搭在咧压杂啊！你即摆讲我无遐搭，我甲伊搭买遐去复原，啊哪呢？好啦，市长。我讲啦，将心比心啦，你吼，我讲啦，体谅咯百姓的艰苦啦，趁个时机才歹啦，吼、哦，人也讲无需要，人也较侪人寄像阮遐，阮遐迄个张庆芳，迄个，阮一个亲戚吼，过身也寄付一亿啦，啊，人有钱人伊都寄付出来啊，对无？啊，你无钱人唔才会讨，哈、啊，你唔通啊，唔通人啊比比说话啦。我见迄个张勇啊，就是。大家探讨啦，我再了解一下，了解这个案，好不好？进行了，我再跟你说明。好啦，我讲听啦，市长啊，对人百姓吼，我讲听啦，唔是讲迄钱吼，人爱改抢啦，迄本来公家共用人土地就爱共买啊。苏东时的施工背景哦，就是为着讲要一个下，讲好啊，我土地来好啦，勿紧安尼。哦，苏东时是拢安尼，正。安热心哦，买下啦，啊，拢无敢买卖啦。啊，问题三先生嘛是爱解决啦。迄个张勇，我甲你报告，昨个有一个人来订正啊，伫永康啦。过去吼，迄个县政府已经土地共买啊，结果无过户啦，钱给人啊，了也无过户。啊，所以迄个地主的后代吼，甲这块土地搁摕去卖啦，剩余的第三只买着了后，再来市政府订正啦。好啦，所以过去迄吼，即款代志实在是太侪。哦，真侪对啦，啊，唔是啦，咱讲有理啦，可以解决，咱就共解决啦。我了解。咱莫阁讲其他诶，你讲未了啦，要讲你讲未了，然后阿三你讲阿买买也有啦，吼。咱了莫讲迄个啦，就赶紧哦，人诶环境哦，共顾好就好啦，吼。哦，过来就是讲，陈市长您请坐啦，市长。咱这个和平街行善团吼。实际上嘛，甲咱市政府帮忙真济啦。是，足感谢。应该吼，嘛爱甲发一个奖赏一个啦。哦，这应该。啊嘛，感谢你啦，因为因来甲咱做枢纽呢吼。啊，咱市政府吼，市长啊，你拢有这个啊做引导，拢有咧配合吧吼。引导甲做啊，我嘛有。有，我甲讲，我拢甲因讲诶吼，我拢甲因讲诶。啊，这个，这个我讲你哦，伊即马这个和平的行善团吼。在我的手头吼，已经做十条桥啊啦吼，吼，起码过来，还过两条大条的，还过一条细条，过一条吊桥啦，迄我拢去讲好啊啦，吼、啊，啊，起码是较重要的讲，迄、那个桥吼，白水街迄个旧桥吼，已经啊有那久啊，啊有那矮啦，无下时宜啊啦，啊，所以讲哦，已经啊拢有进行啊，因啊答应要来做啊，像咱这的经费编列。吼、哦，迄进度唔知干安怎，我是，我嘛请迄个吴局长哦，先来答复一下，较简单嘞，时间到啦哈。苏局长，请。
感謝張議員吼。張議員咧講應該是甘仔二號橋啦吼，這個橋較長吼，差不多100米吼。啊，這個主體工程是已經交這個行政團講好吼，差不多4000万吼。啊，行政團要來出錢，啊，要來施工。啊，其他設計啦、建造啦、甲引導吼，這個部分吼，攏由這個市政府來處理。啊，現在就是講這個細部設計吼，大概早就設計完畢吼，啊，伫咧審查中。啊，这个不过因为伊这有经过这个排水吼，所以爱过这个河川局吼，这个同意咱做吼。而且就讲这个经费才4000万吼，兴盛团是拍算伫明年中吼，会当进入开工。啊，引导的部分吼，我来配合这个桥梁吼，做回来完工。大概预估是差不多1807年下半年吼，应该就会当完工。好啦，感谢吼。啊，过来迄个大埔桥吼，大埔桥啊，因个同意书啊，拢登登互恁呀吼。迄个桥，迄个梯啊，拢见骨啦吼，所以要咩啊？迄个赶紧做了，即个赶紧来进行啊。是。好。好啊，好啦，你请坐啦。迄个市长啊，市长啊，多谢你，多谢你讲安尼对顶个奉献啦吼。啊，实际上有咧做，我就该讲有咧做啦吼。啊，请坐吼，工课吼。你拢讲安尼，讲到一个讲即个观光公共自行车的即个资讯的系统建筑啦吼。比如吼，比如迄个做站啦吼，资讯站啦吼，设伫咧人因加油站遐吼，也无通坐，也无通夹紧。啊，搁再迄个，啊，说专门的迄个含咱交通这专门啊，无落结合啦吼。啊，那咱那搭迄个背包客吼搭车吼，拢无法度去照着迄个自行车，真不方便啦。这点。啊，你拢强调这个啊，说运输吼，这个诶功能吼，啊，我希望讲这你斟酌一下啦。这点我请观光局吼、去处理一下。另外，你上重视哦，东山哦，迄个配安寺哦，要说你上知啦吼。是啊，是。这香炉哦，叫长呀。我这有建议案，我有提出来啊吼。伊个路经过迄个三桥前下遐吼，差50公尺哦，叫崩呀吼。哎，那不管去修哦。每年户数无落人等于呢？哦，安尼我请公务局去了解哦。哦，迄不是啊，迄我讲听，迄遐济人啊，危险啦。对。哦，希望迄你赶紧哦，迄爱赶紧去处理一下。我咧回东庙峰啦吼，两间。啊。我咧回东庙峰，吼，两间庙的庙峰啊，去看卖。好啊，你甲联络迄个片文师嘛好嘛吼。两边拢甲联络。好，啊，甲片文师甲做。片文师。迄个片文师啦吼，哎，那咧着急的啊。啊，希望讲迄路，感觉香炉无香炉，要安怎去啊？说这点要安怎去进行？好，这非常重要啦，吼。啊，另外吼，我听讲，即卖咱农委会讲咧，办一个讲啥，就讲吼，直接的支付的这个啥物计，这个方案呢？迄个市长，讲是加当补助10万迄呢？哦，迄个水稻啊，哦，稻秸啊啦，吼。啊，咱台南县几位？敢那迄个，目前敢那刘爷咧试办尔。啊，无听讲咧，分家几分工啊，做讲拢去争取啊，含阮后壁也有，讲拢争取10万啊。目前敢那刘爷咧。我甲你讲吼，即摆拢有咧交公粮咧，公粮就是超保证价格咧。你若10万那个收落啦吼，10万个收落啦，后日设计吼，又遐七箱哦，伊家己去乌白花呢，拢会较低九啊四呢。即摆公牛九偌济？公牛即摆着算讲计划收港吼26块，啊，辅导收港23块。23块是1000斤是偌济啦？一百斤啦，
伊这是公斤的啦，公斤的。嘿，啊，你即摆你若要迄落，都爱阁换算啦，吼。换算偌济？人拢讲，到现今年的设计哦，是到1,200啦，对不？1,200迄、那个，迄、那个做保险价格啦，吼，都公牛的啦，吼，九百四对不对？900哦。啊，偌济？进应当是差不多换算过来，应当是1,100左右啦。偌济啊？是1,100。啊，1,100哦，我讲你哦，你这哪算讲哦，可以用专门补助来吼？啊，后日啊吼，即做车啊、种车啊、种稻啊，即。农民哦，是后壁烦恼死啦，设计啦叫摆落来吼，上要负责啦。你吼、哦，你捌做伫农粮省个农粮署个吼，你应该这严重性应该你知影嘛？我知影啦，因为市长啊，你这爱关心一下，唔通乌白政策吼去乌白改变啦。设计拢无增加吼，我讲你安尼肥料啊吼，农药啦吼，工钱啦，啊，芳产工哦这。大行都起价起啊，遐悬啦！啊，你家都啊，切啊，唔起啊，那我多，想气死人呢！哦，你这爱多多关心一下啦！哦，唔爱讲，或者百姓哦，含做艰苦，敢像今年啊，风台扫落啦，有六成，有七成啦，啊，会赚呢，补助一家当补助万倍，啊，迄有会赚钱呢啦！我确定安会赚钱未？我问你啦。这当然对农民真辛苦啦。啊是讲吼，苏东时就讲吼，从官从事从前吼，就有个人买叫讲，步腿拢未顺啊。这全民性的，大家嘛拢拍到歪哥起错啊，安尼有诶无？啊，那边哪处理啊？家己完报告哈、咱即处哈，迄、那个梅基台风甲莫兰蒂。台风啊，造成咱水稻的受损哈、啊。啊，阮在这个啊风台刷以后啊，都邀请迄个改良场啊、甲农粮署啊，做伙针对这个受灾的哈啊，这个抗灾的这个标准哈 去啊做一定的这个啊，算讲一致性的认定的标准啦哈。啊，讲起来基本拢真顺利，啊，拢无啥物发生啊，这个争议。不啦，我是予你一个建议啦，爱斟酌啦，唔当予百姓吃亏着啦。未。哦，上惊讲予百姓吃亏着啦。另外，是怎啊？你知影，阮遐拢山林吼，东山吼，甲阮庇护山区较济啦。是。哎，农路吼，实在是拢雨哪来吼，都拢歹去啊。啊，进前吼，都拢有用迄、那个。开过去的吼，加减啊去咧甲做咧道路啦。啊，那最近哦，开过去的拢无啊啦。啊，变成叫苦连天，啊，农路拢冲去啊吼。啊，你甲看，迄有诶路有路名，啊，有诶是大家共同咧行诶路。啊，迄感情啊，迄感情啊，袂空情吗？因为是安尼啦吼，农路咱管制合并了后，所变诶经费是过去诶两倍以上。加上你他讲的迄个开口企业啦，啊，即个当然年底吼、哦，开口企业的经费已经用了啊，吼、哦，也是讲剩无偌济，看张议员咧讲的倒一位，咱去看了解啦。哎、欸，我讲，若总讲真正有危险性，吼、哦，啊有急迫性，咱再来想办法安尼。好啦，好啦，市长啊，我讲吼、哦，迄农民哦，伊拢塞迄螺丝啊车吼，螺丝啊你毋知，万里外啦。我知嘿。啊，像你坐迄个做。做千里机啊，吼、哦，你坐遐做千里机啦，啊，因咧晒遐做万里弯啦，啊，碰碰爱弯，啊，佫遐低，啊，载遐物件，啊，道路呐，啊，靠拱险，啊，若叫险落来，啊，所以讲诶，迄农路吼，若无好势吼，阮农民的性命安全吼，咱会家担忧呢，吼、哦，咱来顾百姓呢，我
我真重视农民啦，迄个农路改善。啊那安尼变哪解决啊？即个农路，农路将来咧？迄个我头甲张议员报告过，主要是讲咱即几年来变的预算拢是过去的两倍，你若加上开口企业拢两倍，拢两倍外。啊，你即摆因为年底啊嘛，你即摆讲的迄款是多一大。那真正有急迫性、有危险性，即咱会当想办法来解决。是咱农业局有编即个开口企业？哎，有当时啊，区公所也是即拢有啊。区公所都唔敢去做啦。区公所唔爱做就讲哦，拢惊牵涉到私人的啦。哦，那因为你若讲私人，啊，那真正私人的，我讲你，那大家在行的道路啊，大家拢在行的道路啊。安尼啦吼，因为监察院、监察院有吼地方政府一寡会当做的条件啦。哦，就讲你至少你要有，虽然地土地是私人的，但是你有公开。好使，好人使用，对哇、啊，啊，哎，啊，你，伊有一定的认定的条件啦。啊，即摆是过去吼，乡镇公所时代，吼、哦，算讲监察院较无咧注意，咱即摆是一个监察院的审计处叠加咧，伊是每个月爱报三件去监察院的。无啦，我真咧讲来听吼，即摆吼。大概有这款的情形在啦，但是不离过咱拢会想办法来帮忙农民解决问题。好、哦，好啦，我讲你吼，迄区长吼，嘛拢会惊啦，主办嘛拢会惊啦，因为伊用起诉。啊，唔是啦，我觉得你若是要讲你心难了有正啦吼，啊，你是来讲大家咧行的路吼，你搁讲无路名啦吼，迄嘛煞个认定啊，还是讲已经有空过啊，迄嘛认。那个那个派嘛是收风尔，迄认定收风尔，敢有啥问题吗？张议员，因为即摆已经五六年啊，这个问题应该是大家拢知影，拢解决啦。你讲的多一位，咱搁来详细认定啦，好不好？啊，无这个原则上，大家农民也知啊，啊，区公所嘛，拢运作了，拢无问题啊。有啦，我讲了吼，所以讲真是工课吼，嘛得爱来处理啦。尤其我了，我讲了吼，我了的农路吼，迄、那个用的区的农路吼。吼、哦，迄台遐济，迄无做啊，坎坎坷坷啦，啊，遐济啦。因为咱台南是全国上大的经济啦，啊，但是咱吼农地定位嘛是全国做上济，当然这毋是我的人来做尔啦，包括东山啊，包括甚至搁较早的县长范迪啊，拢安尼一直做来，所以咱台南大台南啦吼，农路定位做上济的。台湾做上济是伫咱大台南，对台咱台湾就台南的农路啦，所有路都上长啦，是啊，农路上长。哦，啊，要需要迄经费当然是较济啦，上济哈。我是咧讲哦，迄真正歹解遐济吼，是要安怎处理啦？啊，咱尽量来解决啦，吼，就是讲有排优先顺序嘛，尽量。讲吼，有咧排吼，咧排都含核酸局同款啦。我走去第个核酸局，我也讲哦，恁是目笑的呢啦哈。啊，讲要征地啦吼，对家人落来吼，阮爸啊应该轮到啊。啊，若对乡村起来，阮也较早轮到啊。恁是拢目笑的，无看呢啦。啊，那甘愿来做嘞？那个彭少博、彭局长，他最知道啊。是。那个白鹅，那个白水溪，那个五千万的，对不对？要收回了，那个四万是。县长讲哦，无伊个关系啦。我讲哦，只要担关的代志吼，就是含你拢有关系啦。你若收会当，我唔放你刷。尾下佫叫你沟通有无？办你保留无？你去看看有这件代志无？就是迄、那个彭局长说明，吉水溪的这个提防哈、啊，那个时候是后来又再去跟水利署五合局这边争取，有再保留下来。有啦吼，哎所以哦，是怎啊？阮咧亚克地理吼，迄当然唔是你会通解决的啦吼。但是中央哦，而且哦，像阮表水库迄哦，不按遐定咧堵水啊，即摆拢做起来吼。但是还佫一边，换市区这边哦，无做呢。我讲咱的地水吼，拢有一个难度啦。让市长继续说明完毕。我跟你，那个张议员，你若感觉地水难度，我阁请偏局长阁甲你说明一下，大概啥物时阵会当做较到安尼，好不好？
有。我听有啊，我台湾囡仔，我哪会听无？我听有啦，我听有啦，我台湾囡仔，我听有啦，这话我听有啦，嗯、啊。好了，多谢，好，多谢张议员。好，咱感谢张世贤议员的质询。现在咱休困到10:30，继续开会。